5月15日，傅辛博颖儿夫妇将在巴厘岛大婚，婚礼的伴郎伴娘团成员已猜测。据记者求证，胡夏、周密、董力、马可将组成伴郎团，郭碧婷、米露、沈梦辰、薛凯琪将共同担当伴娘。高颜值组合十分亮眼，早在13日晚，有媒体拍到沈梦辰、沈琳、周密北京机场出发前往婚礼现场。当晚颖儿微博晒出与郭碧婷合影，引发郭碧婷担任伴娘的猜测。14日，马可晒照获准新娘颖儿认证马伴郎。据悉，在婚礼前一晚，两人举行了宝宝小月亮的百日宴。在百日宴上，两人抱着宝宝出现，这也是孩子在2月出生后首度公开亮相。新颖夫妇穿着简单，傅辛博穿着衬衫西裤，而产后刚刚百天的颖儿穿着连衣裙，看起来已经恢复了纤细的身材。14日晚，颖儿也在微博晒出女儿的百岁照片，称小月亮百日快乐。照片中，老公傅辛博抱着女儿，颖儿则靠在老公肩上，一家人温馨幸福，超甜蜜。前几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傅辛博透露婚礼现场一定会有很多鲜花和他爱的哆啦 A 梦。